要不我们去克勤哥那吧？主要是克勤哥现在那儿四个人就有三个位置，那我仨就去。我们仨去克勤哥那儿。真的？你去石凯那儿。那我也想跟你走，但是没有位置。一个队过去、哎，你还能过去八个人，咱弄八个人队。你有很想要去的吗？其实啊，我不想 ，I don't want to choose, I just want people to choose me。那你们两个都可以，我们所以说没有人要去，怎么都不去，在这坐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本轮的部落组建规则。来来，先听。当前需转会的部落，根据部落排名由高到低交替派出两位成员，与四大阵营协商进行转会。开启转会时，队长可以携带信物高山抱枕前往会议区进行邀约。请注意，队长每轮仅可发起一个邀约，补齐一位成员。若谈判失败，则轮空等待最终邀约。我们是现在出去吗？哦，稍等，我们会等。哦，雇哪两个人？大家可以先等不及了。首先有请排名较高的湖下部落率先选派两名成员前往会议区等待商议。谁刚才值最低？我值最低。要不你先选？我不用去。去，龙你。啊，那走，咱俩走吧。那行，你别拉着我，你先去绕一圈。我自己一个人啊。没有。包子哥陪你去，那走吧，咱俩去。我想等待命运的安排。包子哥陪你去。你们仨到底哪把我当皮球了？听我来，听我说，听我等待命运的安排。你们先去一个，先去一个，快点，我派哈，我派了。你派没用，你现在不是队长了。我没出这个门之前，我还是。我很尊敬你，你。我在门口还贴了我名儿。别。我没出这个门之前，我还是。哎呀，请即刻派出两名成员前往会议区。走吧，走吧，走，走，等会儿，让我抱一下。哎呦呦，哎呀，哎呀，哎呀，有爱的，有爱的，快过来了。啊，行吧。没有没有，想哭哭哭哭，快走。怎么我真的？走吧，抱一下，抱一下。哎，去吧，哥，等你。本轮湖下部落派出的转会成员是湖下哥哥和景龙哥哥。那么现在，请有意向邀约的阵营队长携带一个高山抱枕前往会议区进行商议。唉，碎了，这真碎了。哎呦，已经有哥哥前来了。我希望邀请胡夏。哎呦我的妈呀！谢谢克勤哥，谢谢谢谢，哎呀妈，谢谢克勤哥。我们有三个空位是可以去选择，我们需要有一个 double go， 也需要帅哥，也需要 rapper， 所以就很自然就会把我们的目标放在胡夏那一队的队员上面。不好意思，其实对，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都。我们整队在里面就是觉得，哎，景龙这个不用想，肯定是石凯。老师，你要知道，我其实我内心是想去你那儿的。啊，真的吗？真的。我因为我也想跳舞，主要是其实跟黄晓还有黑哥。咋想的呀？他等来了他的石凯。没有，他不是找我，他找你。咋想的呀？啊？不是，我只是问一下。早安，小军。哎呀妈！你，哎，扎心了，大哥，他过来问早安。不是不是不是，也没有没有。我其实说实话，我两个出去，一个早安，一个景龙。不一定能抢到早安。我受不了了，这是我最后一次拥有早安的机会了。你要早安吗？嗯。你别介意啊，我这招可能稍微坏一点。你说，你要早安，你就要胡夏。啊？他俩不分。他说他俩不分吗？对，不是一次两次表示了，因为我们也想要胡夏。你告诉早安就一个理由，你来了我们就一定要保胡夏，他肯定来。早安，想跟你走吗？不知道要去哪。你们俩没绑定？嗯，没有。他没想好，但是他说他想等下一轮。这是他实话啊，实话原话。
哎 ，OK， 还有一个。哦，哎，亮哥来了。亮哥吧，嗯，亮哥应该找夏夏。你是想唱还是跳还是演还是啥？因为我这样的，我这轮你要想什么的话，我们队都有。哦，哎，你要想什么，我们队都有。对，我们队都有。编曲啥的 ，rap 能唱能跳。跳的最好，排舞编舞的都在我们的队。夏夏在那儿，我肯定是想跟他一起合作一次的。但我又考虑到了，他跟包子良没有一起出来，其实是明确了他们想去同一个部落的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又只有一个名额，哦。这个时候其实有点后悔，我们就是两个名额把他们俩拉过来就好了。他现在就马上就要后来就要选到吗？后面会有一个环节，就是他在做出他的反向选择。我如果下轮的话，我也可以再过来聊一下。你是啥意向？我哥们问问你。我其实心想的是客服大哥，但客服大哥以为我会去你这儿。三位每个人报的那名单多。对，后面会按照还有第二，还有第二。那我就先不给你，你给他。对你最后要没人选，你就来我这儿。这话术，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我这是你永远的归宿，那行，那你先给吧。如果说，那这心里一切听着爽，可以玩了，是吧？景龙，我了解他，然后我知道他有他肯定想去的部落，对，就哪怕我给了他那个东西，他可能反而会陷入为难。我还是希望他去追寻他自己想要追寻的东西。你看吧，那弟弟给你一个，哎呀，你拿着，你心里有数了，对吧？哎呀。哎，啊对，起码你要给他。好，谢谢亮哥。OK， 然后三位队长现在都已经。谢谢哥，别失落啊，哥们儿，你别失落。不，赶紧走。你怪就怪，没有问题，哥们儿，没有问题。你怪就怪，说了我说了，你别失落，你别失落啊，没，你别失落啊，你别晚上同桌给我打电话哭啊，你滚啊，别失落啊，哥们儿，别失落。请三位队长返回训练室，稍后开启你们的最终邀约。是怎么想法呢？这个纯属突破，这个指不定会整啥幺蛾子，这个稳定输出。你看你想过一个怎样的人生？好的，根据参与第一轮邀约的阵营综合排名，率先邀约的队长是王铮亮队长。现在请王铮亮队长站在立麦前。夏夏，我非常非常的希望这一宫的我们洒的汗水里面有你的加入，然后你作为一个强烈的一员，我们点亮夜空，非常希望你的加入，对不对？对，我们等待着你。谢谢亮哥。王铮亮阵营心仪的成员胡夏究竟能否出现？我们拭目以待。拭目以待，等待。夏夏不会去的，1600%不可能。他会思考，给他一点思考时间。究竟胡夏是否会出现在王铮亮阵营的训练室？最终的结果就是5 4 3 2时间到。没有人，暂时没有人很遗憾，胡夏未加入到王铮亮阵营。抱歉，王铮亮阵营未邀约成功。王铮亮阵营，我以为我猜错，不可能啊！王铮亮阵营的诚意付出，可以关门了，没关系，谢谢。可以关门了。那么，紧接着我们有请李克勤队长。站在立麦前，请向你心仪的成员发出诚挚的邀请。我们的队非常希望胡夏可以过来，我们需要你。其实我们不单需要你，还需要你其他人。但是我们一个一个来吧。好，我就说完了。Yeah, I think he comes. 不用纠结，肯定会去的，会去的。